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Yeah,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1973真的很特别一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变来自纽约的布兰克斯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新的尝试 Two turntables mic check 1 2 他叫 Kool Herc 他是嘻哈的教父他举办的活动好像新鲜空气当时追求名利和财富并不是动机生活环境不理想而不是哭只可以希望通过音乐逃出谁会猜到谁学多年后嘻哈的影响传球技术感受你想充分了解这个东西它的历史是最重要 Indeed 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 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I am hip hop man Yo, yo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我们是 hip hop 我们是 hip hop我的故事开始在厨房里面就是我爸妈开的外卖饭店13岁我在那里做帮手但是我的心只能在想怎么走什么会那么引起我的注意一个还没听过的声音来自收音机摇摇 check it out 我跟着他说其实不是我找嘻哈是嘻哈找我20多年后那你看什么结果没有什么能扑灭我里面的火会有负面会有正面无论什么事情说唱是社会最准确的反应拿着麦克风我会奉献我的生命面对什么困难我都会是那么重情中国有嘻哈欢迎你加入这个家庭成为一份子我真的荣幸告诉你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 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I am hip hop man Yo, yo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我们是 hip hop 我们是 hip hop嘻哈我们都在同一个家你爱嘻哈我们都在同一个家 I love hip hop 我们都在同一个家 We love hip hop 我们都在我们都在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 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I am hip hop man Yo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我们是 hip hop, 我们是 hip hop. 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 ，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I am hip hop, man? Yo, yo, what is hip hop?